同学呢要对顾琦老师呢聊表他的心意的，我们现在呢请他进来。好的，好，接着呢是首先呢是凯丽同学，凯丽。接着是莉安娜，莉安娜同学。最后一位呢是艾曼达同学。最后呢，我们衷心的祝愿慧琴老师退休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，常回来探望我们。门里卡是中华的门呢，永远为你开。还有你要常更新你的FB 的动态，让我们看看你喜爱的那些花花草草。好啊。有没有老师要和慧琴老师合照啦？可以趁现在。来来，请，你要合照。一起来，先靠近嘛。哦，是哦。是啊。我们用站不好了，我要一二四后面。